再见。今年是香港。我移步到我们的采访厅来，有请各位。来，欢迎。主进行了再创作，也进行了更大范围的传播。那这是京剧电影《穆桂英挂帅》剧组的各位成员，杰、韩彦博以及主题曲的演唱者朱娜。这部电影呢，影片它讲述的是一位打引号的野蛮女儿复仇，打引号的。获得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、柏林国际电影节。